过来三首的诗歌，第三首的诗歌，第一首的诗歌，最珍贵的角落。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夜郎就是咱的主神，咱的主耶稣。伊要甲咱做伙来行，甲咱做伙来行，无顺遂的时阵，还是甲咱做伙来行欢喜的时阵，伊拢要引带咱，陪伴咱。来唱一首的歌，最珍贵的角落。基督徒的听，真正爱传予这个世界大家咯，啊无，咱就无采上帝这样听咱。头先牧师嘛讲过，公益施工教会伫遮，无要关伫一个教会内底，因为因需要予大家人看到，因伫遮需要的人，通拢来遮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得到帮助。咱大家教会嘛相款，咱就爱做主的工。
努力为着咱的社区来打拼，传福音给万百姓来听，因为上帝听咱，上帝听咱来听，咱若无分享出去，安尼敢是足无彩。所以咱看这首歌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。你甲我拢是天父上帝听的创作，咱大家人拢有真水的，拢有梦想，真水的梦，一路咱扶持陪伴扶持，咱的听和世界无相款。总是今仔日，咱的朋友，即使伊毋是基督徒，总是伊需要咱关心的事，咱就要用基督听咱的心来听咱的朋友，来听咱的这趣味头话，互伊知有一位真神真话的上帝，伫遮等待你，伊要来听你，伊要用安尼来听你，咱来唱一首的歌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总是咱大家人的心是火热的。接下来这首的诗歌，我们用真活泼的一个节奏，要跟大家来做伙来分享，让爱走动。这个所在所写的，好咱的听，化成希望的种子，随风扬起，跟咱蒲公英同款，编织美丽的梦。让爱走动，好咱的听，化为温暖的拥抱，绽放阳光，编织神所造的梦。咱这边来看一首的诗歌。
发挥出去。